要来挑战七星山。七星山的登山步道就在公车站的旁边，出发。前面200公尺会遇到比较夸张陡的楼梯，目前走到800公尺这里都是一些会有上坡但是没有像200公尺那么陡的坡段，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上走了。七星山主峰呢，还差600公尺的距离，那我们就要离开小看台，继续往前面前进喽。
终于走到主峰了，然后刚刚也在上面拍了一下纪念照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现在要慢慢的往那个东峰的方向前进。其实从那个一公里处往上走的路段，我觉得没有像800公尺到一公里那么的陡，还蛮好走的。那我们就往东峰前进喽。七星山的东峰，本来想要在上面吃个午餐，但来的时候上面好像蛮多人的，好像没有什么位置，所以决定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冷水坑再来想办法吃饭。距离冷水坑从东峰走下去还有1.8公里左右，那我们就继续前进。到了梦幻湖，湖面还蛮漂亮的，可以看到树的倒影。
是冷水坑的泡脚池，还蛮多人来这边泡脚的，但因为好像人有点多到没有地方可以坐，所以决定就不停留，直接前往公车站，就直接下山哦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